呢是你喜欢收集的东西。是谁先说？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开口的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对，收集的其实收集了各式各样的。啊？说说说说，没事没事，说说。我为什么？我要说小鞠，小鞠喜欢收集什么？小鞠每次都抢我的声线。哎呀，你不要。就那么一次就被你惦记了。不止，他把我的男装声线抢走了，把我的泳装也抢走了，把我泳装一塞特抢走了。不是，他泳装，他第一次被我抢走了，但第二次学聪明了，就是再也抢不走了。而且你还我，你还我，这是小气，抢走了，把他放在化妆间的台子上。一二三四期都看着我那个泳装身形放在化妆台上。我就想问你一下，抢男装我还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要抢泳装？这都是假的呀。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下次就不要这样子了。 对，我们当时还对他那个泳装身形真的研究了好久。我们卢姐专业就是 P 图高手，她说你这个就是 P 的，你看这里都不平。而且我们也仔细的观察一下，我觉得那个线有点问题。我就觉得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，都不帮我 P 一下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们俩都没 P 就这样他们？我也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主动要求的，我残忍加爱是吧？因为为什么要扯上我？是，你知道加爱是最惨的，就是最近谁在看腾讯新闻呢？扣钱啊，扣钱，扣钱！不行了，要扣钱的。你知道，就最近不是官博老爱放那种就是几张图放在一起嘛，然后加爱都特别可怜，就是每次跟别人放在一起就有特别大的反差，你知道不？你说我就算了，人家只放我大头，他们就已经放弃放我全身了，只放我大头。你说你可咋办？你可咋办？这个。身为队友，没有人帮我一下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呀，我们。你可以说回正题，说说你喜欢收集什么。对对 对，强行拉回话题。喜欢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那么无节操的。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动作特别像他。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特别像他。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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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集的东西的话，好像。以前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喜欢收集纸巾，不是用过的纸巾，是正常。我们也没有觉得是用过的纸巾。我没有这么说呀。你干嘛此地无银三百两？有的那种纸巾很好看的，对，包装很好看。然后还有喜欢收集创口贴。嗯，对，创可贴，各式各样的创可贴。对，天哪，我真的一下。我上次就是我视频里也放了，就我咋受伤那一回，我本来很想贴一个正常一点的创可贴，你知道吗？他拿了一个那个叫什么？金松熊的粉红色的，还有一个叫那个啥啊？巴斯光年的，啊、对，就是那个。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。没有，只要喜欢，我下次可以印一个你的，我给你贴。然后在那个下班的时候跟那个佳爱去逛超市嘛。我是去买那个谷物，然后他还顺便帮我陪我去买点药，然后结果他一直在那挑创口贴，然后挑的还是那什么各种奇妙仙子，什么东西？奇妙仙子就是会飞的，然后头上顶着一个、我不会讲算了，说吧。一家爱真的好奇怪的嘞，他还喜欢收集贴纸，而且更奇怪的是、啊、他不给自己贴，他还贴别人。对啊。我就有一天无意间发现我的化妆包上有一张贴纸，我就知道是他贴的。没有没有，我的理想是贴遍整个SNH48 的成员的什么任何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之前贴过别人的护照、别人的包、别人的化妆包、别人的手机、iPad， 然后很多人贴了之后，我到现在发现他们都还存活着，各种什么一二三期上面都贴了，四期还没搞收。主要是撕了挺丑，因为他那个胶撕不掉。你这是祸害人民，你知道不？真的是，我撕掉之后我还得换张膜，浪费钱。对，而且我还想问，为什么他们护照上都是可爱的小兔子还是什么？我被贴了一个鳄鱼，为什么？鳄鱼很可爱的，鳄
鱼，可爱的鳄鱼，可就是对我跟你说，他的兴趣爱好真的是我差点吐了。有一次我跟他去逛商场，有一个娃娃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绞肉机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菜市场的那种，就出来是一条一条的那种。他说他一定要送我个最大的，我说我求求你了。妈呀，那个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差点给你跪下。那个像个毛球，然后超可爱的。我想本来想买一个大的送给小 G， 可是我看了一下价格太贵了。哎呦，买给他绞肉吗？不是不是绞肉，其实一个娃娃，它就是长得一条一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整个娃娃都是一条一条那种，很可爱。你要喜欢，下次我也送你。不要不要，谢谢。那娜娜教你呢？对，你是不是最喜欢胸肌发胶？没有啊。说就说还卖萌。他笑的。收集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比如说钱。哦，这个是万姐，就是很本质的人。对，我们娜姐勤俭勤啥来着？勤俭持家，对对对，一点都不辜负你的姓氏，真的，万是万总，没办法，我要是不存钱的话，你们月末怎么办啊？我是问了你们好吗？我有阿黄，怕什么？那你呢？你喜欢收集什么？对，你喜欢啥？我这个，我要小玉老收集我桌上的零钱。哇，你怎么把我说的跟一个盗贼一样？没有。我经常有一块两块，我就放在那个我们共用的一个桌子上，然后想去我买个可乐，可乐盒没了，关我屁事，又不是我干的。难道你们房间有什么不明物体？我刚才应该逼一下的。你现在又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哦，你可以再来一遍，我们可以帮你逼一下。哎，还是不要，还是不要了，还是不要了。关我什么事？不关我的事啊。其实我收集的东西还蛮普遍的，就电影票，有人有这个爱好吗？票根吧。对，票根。但是我收集了很多，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它真的那个字迹会掉的。什么？就是会变成一张白纸，字会掉，就字迹会不见。哦，就跟当初一起看电影的人一样。啊。我好肉麻哦！暗自神伤。我们开始 bingo 吧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话题就要结束啦，接下来请欣赏 bingo。